吃你的牙啊，怎么样？吃，啊啊！有点因为酸。牙疼，你的牙好。哎呦喂，多恩爱，多温馨呐！爸，我问你件事儿。你们别在这儿闹了，有话我跟你们回去说。用不着，您爱住哪儿住哪儿。我就问您一件事儿，放在您枕头套里的存折呢？你咋会知道？瞒得住谁呀？存折呢？4万块钱呢？不是还有3个月才到期吗？那是我的钱，爸，您这么说可就深了。这虎子能不能派上一好学校，还是一未知数。你说是要派不上吧，这眼瞅着就得花钱。以后要是上个高中、念个大学什么的，光这学费就是个无底洞。您总不成放着自家的孙儿不管？您犯什么傻呀？再说这个天天在一块吃一块用的，谁是谁的分得清？我们啥时候和您老人家算计过呀？小兵。讲话要凭个良心，我每个月退休金都交给了你们，这些钱是我几十年来一分一毛积攒下来的，我有权利支配。爸，我问过了，他接骨头光手术费就得2万块钱，您整局都不管了，您大包大揽说您管，您凭什么管啊？你们两口子给我听着。她是我的老婆，我郭长生娶张翠莲，娶定了。等她一出院就办事儿。你们要不认她这个娘，就给我滚！滚！行，我们滚，我们滚，咱们走着瞧。你滚！滚！这怎么了？这怎么就老妈？你啊，长生，你在骗我！你一直在骗我！诗蕊，你不能！哎呀，张大人，您不能这么想，您不能这么想。哎呀，翠莲，你手术我不做了，我下不了床，我坐轮椅，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。你。别人签字不行吗？他没亲人，自己不同意不签字，手术就没法做。再说，他一个大活人，你能把他捆起来送进手术室吗？哎呀，这张大婶也是太固执了。那老郭现在怎么样啊？急疯了。好，吃不下，睡不着。老马说了。民政局啊，正在加紧讨论你的申请，说不定很快就会批下来了。你不心疼老郭的钱吗？我们这个理解。哎，你说这样行吗？咱不用老郭的钱，大伙儿先给你垫上。你想，棋牌协会啊，秧歌队，都听你挺关心的。不就2万块钱吗？等到民政局批下来。再把钱还给大伙儿，行吗？行，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可我怎么能花大伙儿的钱呢？没这个理儿啊！这是，我都做了些什么呀？值得你们大伙儿对我这样？哎，高老师，我的情况我知道，不做手术啊，也能慢慢好起来的。咱们胡同口不是有家诊所吗？那个胡老伯呀，是3代祖传，专治跌打损伤的。没准我上他那儿去瞧瞧，花不了2个钱就好了呢。别喝了，想想办法呀。
你没听你爸说吗？出了院，他们俩就结婚。4万块钱算是没了。他俩要是结了婚，咱俩肯定得出去。这房子肯定姓张，我敢给你打赌。我是没辙了，你有啊？你怎么还喝呀？哟，你又是棒子果，这断了几十根了吧？管用吗这个？哎呀，还得花2大万接骨头。他这脚崴的可是值了，这算是爱情的考验吧？你们还不够啊？啊？你们一闹闹得他都不做手术，你们还想怎么着吗？啊！你们想逼死他？我告诉你，你们就是逼死了他，也捞不到什么好处。说什么？说张大婶她不做手术了。不做手术了？老爷子是那么说的。净他瞎扯，又不知道耍什么心眼呢。他呀，是想拿那只崴的脚做文章，逼你爸拿态度呢。他就这意思，肯定的。相信我，斗不过他。小伟子喽，小伟子老板。哎，小兵，我正找你呢。哟，马叔，哎，您什么事儿啊？小兵，你妈没了以后，你爸带着你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还记得吧？多亏张大婶儿。你爸他是司机呀、啊，经常要出车。只要给张大婶打声招呼，他就能走。你呢，吃喝也都有。张大婶给你们家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，你才像个人，你们家才像个家呀。你们反对他们俩的事儿，他们说过半个什么字吗？没有。小兵，人得将心比心呐，啊，20年了，啊，他们愣是把那份感情压在心里，把那份委屈咽在肚子里，他们的生活苦啊。马叔，我知道，可我没办法呀。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劝劝张大婶儿，先把手术做了，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，好不好？马叔，张大婶不愿做手术，我爸都劝不了，我和小兵劝他，他能听吗？这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这系铃人可不是我跟郭小兵。郭小兵，你不是要给人送货吗？赶紧去啊！赶紧去吧，人还等着呢。磨叽什么你？你看你这孩子，我怎么了？你管？
情况我详细问过了，必须尽快做手术，再拖恐怕以后就站不起来了。哎，老郭，我已经重托了主管医生，他答应好好关照张大妈，你们赶紧做工作吧。哎，我们这就去。哎，你别太性急啊，咱们做他的工作啊。不能太慢了，你没听医生说再慢那条腿就废了。哎，谢谢了，我不想去。别把他们关得那么死了，一点机会都没有。你这是在浪费时间。北京有个单身女子俱乐部，叫北大荒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叫这么个名儿啊？北大意为北京的大龄青年，这荒就是指荒着的，没有老公，也没有固定的男人。我离过婚，说我是大龄青年好像有点勉强吧。再说我也没打算把自己是独身主义标榜出来。哎呀，这要找个女人结婚怎么就那么难呢？你不就一直没结婚？其实只要想结啊，没有结不成的。我周围有很多女性朋友后来结婚了，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，怕孤单。你不怕？我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。我现在虽然能掌握的有限，可是我自己能做主啊。喂，哪位？哦，方主任，在这儿。找你的。喂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下来。我去一会儿。老师，大海，有事吗？啊，刚才接电话的是木哥。今天晚上我俩值夜班。这个周末不值班吧？我想占用你两天时间。有什么事吗？用你的车送我去个地方。行。他大婶上哪儿去了？他住院呢。出院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到了大门口，打个的，十分钟就能到我家。给你100块钱行费，放心，谢谢你了啊！哎，老马，我出院了。张大婶，你这，来，回去。哎，老马，我回去，我出院了，让我下去，让我下去。张大婶，你听我的，回去。把他背回病房。走，找医生去。张大婶，马上签字，明天就可以做手术。民政局刚才来电话了，说城市低保人员的新的医疗救助制度出台了，按照新制度，低保人员的住院费的50%可以报销，手术费报20%。根据张大婶的具体情况啊，民政局有一次性补给他8000块钱。跟你说，8000块钱，这不一大半都有了吗？按规定啊，张大婶的这个关节属于进口关节，费用比较高，是自费项目，不允许报销的。大夫，您给他换那进口的，
自费的差价我补，可有一条，大夫啊，你千万别让他知道啊。啊，嗯，好，我一定能够让他走路。好，哎呀，谢谢。说着了吧，就是逼你爸拿说法呢。血眼够了，手术也做了，达到目的了吧？他想什么我太清楚了。小兵啊，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。什么事儿？好事儿啊。你说好事儿，那准没好事儿。看你说的。嗯，我妹夫不是开了家洗衣店吗？生意啊特别好，他想再开两家连锁店，可是缺一笔资金周转。他不会管你借吧？你听我说完嘛。他呢，想借咱们家房产证用用，到银行做个抵押，贷几十万，说好了就三个月期限，给咱们10000块钱好处费。10000块钱？嗯。有那么好的事儿？你那妹夫啊，我瞧着就不靠谱。他不靠谱，那我妹还不靠谱啊？说好了，只要一拿到房产证，就给咱们10000块钱，怎么样？这事儿啊，不好办。这房产证上的名字是老爷子的，他不签字，那办不成。哎呀，这事儿太好办了，你想办法让他签。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你还得抓紧点呢。你没听你爸说吗？一出院他俩就办事儿。这房子咱们是指望不上了，捞点好处费总是应该的吧。还有啊，你要说的时候千万别说是我妹夫，你爸他对我有成见。得找个过硬的理由跟他说。行。怎么了？爷爷，爸爸去学校了，我弟可没有班上。我爸爸，爸爸说我读不成重点了。哎呀呀呀！哎，别哭，别哭啊！哎呀，咱想办法啊！别哭了啊！小兵啊，这电脑没派上，不是说成绩好的可以交择校费，上好学校吗？你问过吗？像虎子这种成绩，大概是个什么数啊？人家那不叫择校费，那叫赞助费。啊，我打听过了，离咱们家最近的那个实验外国语学校啊，那得要40000块钱呢。哎呀，胡子，你说你命怎么这么不好啊？你说你要是不爱学习不上进也行，可你平时成绩多好啊，在班里也数一数二的，怎么就排不上呢？这下完了，这要考不上重点初中，以后甭想有什么出息。哎，我这儿还有20000块钱，剩余的咱们借，砸锅卖铁也要让虎子读上好学校。不过上哪儿去借啊？哎，你那么些朋友就没一个好开口的？你说到钱就不亲热了。嗯，不过
我倒是有个办法，可以先凑10000块，那其余的让华英的娘家给想想办吧。什么办法？啊？我现在替他们拉货的那家公司啊，做的是钢材生意，那个资金啊都压在货上了。最近呢，他们需要一笔钱，周转2个月。那想管这个银行呢贷个100万，就是还差这个10多万的抵押，他们就是想借咱们家的那个房产证呢，做个抵押，这个说定了是给10000块钱的感谢费。这话说了一阵，可是被我一口回绝了。哎，你们老板靠谱吗？啊，现在社会可复杂呢，啊，咱可别遇上这玩空手道的。我替他们拉货呀，实实在在的，光那个仓库里的货呀，就值100万呢。他们老板跟我说了，说如果不放心的话，让我们先找间房子，先拉20万的钢材压着，到时候拿回房产证呢，再还他。我看算了吧，我也就这么一说，我知道您不会同意的。哎，就押2个月，啊，2个月，那把房产证给了他就成了。不过您还得先跟我签一个那个委托协议书，我好跟我们老板呢去办手续。拿来，那委托协议书拿来。您想好了？想好了，你把钱凑齐了，就好跟虎子去联系学校呀，啊！爸，您真想好了？想好，想好。哎，快，好。哎呀，我的老光镜呢？哎，您甭找了。您看，您就在这个空白的地方啊，签上您的名字就行了。签名。好了，爸，您还得在这儿按个手印。按手印。可以了，赶紧办，赶紧办。得，苗一早啊，我就去替虎子联系那个实验外汇学校。好，快谢谢爷爷。谢。就叫那个艳阳天来哟，18岁的哥哥哟，坐在那小河边。18岁的哥哥在哪儿？张大婶啊，动手术。哎呀，我总算可以轻松点了。你说这小病两口子怎么没有声音了？说不定又打什么鬼主意呢。哎，你啊，头发该理理了啊。哎，不是说去理发馆吗？怎么有点像往你们家那儿走？走吧。我的头发像我这个人，桀骜不驯，谁也制服不了。马叔，您就放心吧，我肯定把您的头发收拾得服服帖帖。哎，俊杰，哎，你怎么剪都行，千万别弄成那个中建柏油路2旁梧桐树啊。不可能，您也不想想，您成天和我妈一块进进出出，
我就算不维护您的形象，我也得维护我妈的形象，是不是？那倒是。启动资金还没落实啊，那俊杰不是还在做蜡吗？我另外找个事做是对的，要不俩人全害在那儿，喝西北风了。嗯。哎，老爷子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别是牺牲了吧？说什么呢，这死丫头！多好的报复机会啊！我担心俊杰给爸弄个摩西干发型。什么叫墨西干发型啊？妈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中间种一柳树苗，两边全是裸土。那成什么了？还不如剃光了成和尚头呢。怎么样，马叔啊？我的技术还行吧？真不赖，不赖不赖。好好好。我们家呀，难得团团圆圆吃顿饭。俊杰，哎，给你爸爸倒上酒，你们爷俩好好喝上一盅。你主动让我喝酒，不好啊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爸，您可别再喝高了。哎，哎，马叔，您呢也算是我们家的稀客，我先干为敬，您随意。那我真喝了。喝。谢谢。哎哎呦，差点忘了，汤在炉子上。等会儿啊，我帮你。吃菜。哎。来，马叔。俊杰，你就真的不肯叫我一声爸？这个很重要吗？俊杰，我很想和你搞好关系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你妈的一片苦心。咱俩总这么拧着，最难过的那是你妈呀。这是你给我买电梯的钱，你留着吧。来，马叔，我也不跟您矫情了。我妈的一片苦心，我也明白。她就是想弄这么一张不干胶，把咱们俩给粘一块儿。我呢？不太入您的眼，您就慢慢习惯吧。汤来了，来，先给你吃。真他妈的！买了一桶。啊？从哪儿买的？我们三人反党集团被送到新城劳改农场时，江雪梅已经怀孕了。我们都是医生，他哪瞒得过我的眼睛？我问他，他承认了。当时农场有个医生，姓穆，据说是医疗事故给判了3年。当时刑满，自愿留在农场医院。他对江雪曼有好感。穆医生救过劳改队长老婆的命，在农场挺吃香的。所以农场特别开恩，同意他们结婚了。我在哪里？当他最需要保护、需要爱的时候，我这个当父亲的在哪里？Thank you.
便了。怎么出趟差回来成这样了？手术怎么样啊？我很累，得歇会儿。酒都倒好了，啊，来，小柯，我们为老爷姥姥祝酒。老妈，举起你们的酒杯。小柯，应该怎么说？祝姥姥姥爷碧玉婚快乐，祝二老身体健康，白头偕老，万事如意。嗯，哎，不让姥爷姥姥喝，自己喝啊？喝呀。来，爸妈，来喝。什么叫碧玉婚呀？嗯，来，姥姥和姥爷结婚35周年了，35周年就叫碧玉婚。爸，你和妈喝一杯啊。彤彤，你爸爸刚从天津做完手术回来，挺累的，别让他多喝了啊。不。这杯酒一定要喝，汤宇，我敬你一杯。35年了，汤宇，这35年你不容易啊，我很惭愧。我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。老放心了，别说了。今天怎么了？对这个家，我做的太少了。这些年，你尽心尽力的照顾我，为我养育了一个孝顺、能干的好女儿。看看，都是自己人，你这么说就见外了。哎呀，行了，看女儿女婿都在呢。妈，你就让爸把话说完嘛。爸难得对你掏心掏肺的，再说了，女人不都爱听这些甜言蜜语的吗？谢谢你，祝你健康长寿，一切都好。爸，你应该说祝我们健康如意。
有点累了，洗洗睡吧。喝了点酒，头有点晕呢。你能坐下来吗？想跟你说件事。唐玉，我们离婚吧。好吃。这辈子我们俩就没好好交过心，要不就是谈些生活琐事，要不就是争吵。我想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好好谈一谈。咱们俩生活这么多年，孙子都有了，你居然说我们没有交过心，谁信啊？莎士比亚有句名言，因误会而结合，因了解而分开。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好说好散呢？莎士比亚我不认识。咱们俩既然误会了这么多年了，哎，索性就误会下去嘛，我不想跟你分开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房子、存款、家里的一切都留给你。我只带走我的书和衣服。你真慷慨，你什么都不要。你是想要的要的太多了，扔下我，让我留在这个空房子里慢慢老死啊。你还有女儿外孙，你还给广交朋友上老年大学。我既然不能给你什么，留下来也只是个空壳。有空壳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。好，你别吃了，吃这么多会不消化的。我在储备能量。你没听说吗？离婚是一场消耗战，我要保持体力和你打仗。我呀，绝不会让你得逞的，方润秋，我会和你一起守到老，守到死。你信不信？我要死在你后面。谁不让那个女人有一点机会？这场战斗啊，肯定是我赢。方润秋。你听着，你无情，我就无义。你和他谈过没有？他现在这种状态，我开不了口。也许离了婚，他反而状态会好一些呢。喂，妈，
就料到他会有这一天的，我就把他写的日记、那女人写的情书，还有他们俩的合影，通通给复印了。妈，这有用吗？